系啦，咁 set 完个祭坛之后咧，我哋咧就要揾一个位啦，就背向道门咁样坐。咁我哋 extra 咧仲多咗样嘢嘅，就是、我哋摆咗一个 laser grid 咧，就喺后边。咁佢嘅功用又系可以 visualize 嗰件事，即系假如有灵体可能越过呢个空间咧，咁佢上面嘅点咧可能就会有啲喐动啊，或者蒙咗或者冇咗咁样，然后就慢慢去感受一下身后边会唔会有啲嘢，有啲灵体咧嘅声音，可能佢行过或者点样。咁我哋依家就系啦，坐喺度感受一下。因为背住个门咧，我又唔可以去望佢唔睇佢咧，反而会有啲惊，即系真系好似真心会迎住。有嘢咁，但系暂时咧，因为个冷气机个声好嘈，我都听唔到出呢啲声。啱啱咧听笃笃两声啦，咁就可能系隔篱房开门 ，Stanley 唔知系咪？我听到出面有啲。唔知系咪其他客人嗰啲声，我听到少少啲嘅声，好似讲嘢嘅声。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